韩式房屋村超越时间，邀请我们到美味与风姿融合在一起的韩国传统文化中。在韩国最大规模的传统韩式房屋中，历史的钟表在逆转。在城市里享受韩国祖先的日常生活会是什么感觉呢？泉州韩式房屋的特色就是一年365天都能享受到韩国传统文化。供奉着朝鲜王朝太祖李成桂卦像的庆喜殿，殿栋天主教堂是泉州最古老的教堂，以罗马式建筑的雄壮和美丽为自豪。此地是朝鲜建国发源地的五木台，五木台还是一个能够一眼看到泉州韩式房屋的景观场所。利用竹子和韩纸能够挑战做和竹扇的工艺名人馆，超越时间与传统，融入在热情亲切的气氛中吧。来了泉州一定要吃的料理泉州拌饭，我们不能放弃亲自做一次正在吸引着全世界人口味的泉州拌饭的好机会。 Molto bene, è una esperienza bellissima poter cucinare il proprio cibo andrebbe fatto sempre。30多种材料混合在一起，就像韩服的彩缎衣服一样，以华丽的色彩为自豪的拌饭。喝茶的时候也遵守礼节的韩国祖先，茶道体验不只能够享受喝茶的快乐，还能够学习到礼节的活动。灵巧的飞檐，温情的木地板，不管是谁一看就会被吸引住，韩屋端雅的建筑美。拥有韩国传统生活的韩式房屋，不管看哪里都很帅气。在飘散着古代情趣的泉州韩式房屋里，享受一下韩国祖先享受过的悠闲下午吧。